室嘅影迷，我啱啱知道佢因为我而受伤嘅消息，所以我停晒手上嘅嘢赶嚟睇佢。但你中途走唔怕得罪老细啊？阿龙，点解你着成咁？唔好啦，我啱啱喺度帮韩国观光协会打紧广告，但我一知道佢出咗事，我就冇办法专心做嘢。我知道我咁样做系有啲任性，呢个系我个人意愿。我希望我经理人同埋观光协会嗰边会尊重我决定。你系咪每个 fans 都探噶？我想静静咁同我 fans 讲两句。Hello， 呢位就系童海瑶啦。我知道你是我的影迷，虽然平时我哋冇可能可以讲到嘢，但你喺我的微博上面嘅评论，我全部都有睇噶。你支持我，我都支持你，你要加油啊！